我是那个共有地大行动。那早上的话有提到几个不同的专案，然后就大概分别报告一下一些进度。第一个是那个就地 bug。我其实不知道这个特别意义是什么，但是点进去以后，滴滴它有一些神明在看着你的这个现象，大概是这样。然后所以，这我们事先 demo 的测试这样，每一个我们举报就是一个拳头，基本上我们就是用比较直觉的，而且是匿名啊，就是。我知道刘正宏的兄弟他在哪里有一个什么什么侵占，那我就点那个地点，然后点一些叙述一些事情，然后也可以就是直接也都是匿名的方式，就是不留下个人的资料，就是回报一些事情。好，所以这是就地化的部分。然后第二个来介绍一下天龙的用地，就是只是换了一张地图，然后就是有蛮火大的感觉。回来诉求，那也是只有一点点改变，就是如果他有照片的话，他就会有一个这个小小的 icon。这个基本上也是 test 的，因为这是总统官邸，不太可能会有照片。好，那我们现在在做这个部分呢，有时候在想要做手机的装置，那我们今天是有遇到一些问题，就是好像手机照相的照片传不上来，技术细节就。再可以再联系 DD 跟 Sherry 那边，所以需要大家帮忙。对，那另外一个早上提到一个那个地号传输地图的这个功能的想象，然后国土测绘中心这边有所谓的这样的查地号或是地籍资料这样的一个界面。那其实之前那个Jimmy 好像也有做过一个 Postland 这边。那我们对我们来说，因为想要抓出图形。就刚才看到这个国土测绘中心，它其实除了经纬度啊，然后一些资料之外，对我们来说就是要看到这个，例如说红色这一块它的图块，因为它就显示说这个在这块地在哪里。那这张图好像今天也是可能遇到一些问题，就好像抓不太下来，所以也如果有朋友可以帮忙的话，看看可以再跟我们交流一下。然后讲话一下，好的，谢谢。Thank you.